在距今7000多年的遥远年代中，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在古老的东方大陆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西藏、台湾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文化聚集区。它们星罗棋布于中华大地上，显示出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同时也表现出中华文明构成的多样性。两种文化沟通天地人神的玉琮，象征着财富、军事权力的玉璧和玉钺。仰韶文化令人惊叹的人面鱼纹盆，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神奇的漩涡纹，河姆渡文化的稻穗纹盆，红山文化神采昂扬的玉龙和圣洁威严的女神像，龙山文化精美绝伦的蛋壳黑陶，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展现出原始先民们由游牧文明转向农业定居文明时所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威力。从此，灿烂的中华文明便拉开了它伟大的历史序幕。人面这个鱼纹盆、彩陶纹盆，就和两组文化的玉琮，共同的来就说明中国文明起源这样一个特点。我觉得这样一个思路呢，基本上还是能概括这个两条大河的这个文明的起源的一个特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我觉得还不能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就认识，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我觉得还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起源的一个这样一个特点。所谓多元化呢，不仅仅指它的分布是多元的，而且还要指它的文化本身的构成是多元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说在黄河流域，那就有从上游开始就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到下游大汶口文化、这个龙山文化，还有后来晚一点的戚家文化，这就是这个分布点就很多。从长江流域来看呢，上游有大溪文化、戚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这个一直到后边的良渚文化。实际上中华民族呢，它是一种多元的一种文化，它不是说在哪一条河或者两条河，也不仅仅就是长江黄河啊，你比如像辽河流域啊，刚才你也说了，就像比如说南方像珠江那些地方啊，还包括像西藏、台湾，它实际上都发现了有那些文明的遗址，都是很早的。那么说在反映这个时期的文化呢，应该就是说还是应该用那种从多元的角度来反映比较好。玉器实际上在中国的新，就说不说旧石器时期嘛，新石器时期是在中国现在中国的那个版图里头，各个地方各个时期都有发现。它这边最有名的应该是就是那个辽河流域、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特别是那个辽河流域和那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一南一北，这是最集中的，而且它最有典型性。所以我觉得要把这，如果同时要把这两方面反映出来的话，它更能看得出这个文明的共同点和它的不同点。良渚玉器，它的兽面、它的头部，基本上是龙的造型，龙头的造型。而恰恰整个黄河流域的虫形鱼纹、鸟纹，也是龙身上的基本造型元素。我们要简单说，龙不就是一个兽头、虫身、鸟爪、鱼尾吗？因此在这个观念形成的过程中间，也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同一性和统一性。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玉器，玉器在那里琢和磨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打击点，一琢一磨就产生一画。恰恰后世的琢磨两个字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式。而琢和磨形成的一点一画，就是汉字的基本构成元素。因此我们不注意原始文明中间的同一性，我们会忽视中华文明的特点。
同时我们要看见所有的这些文明，它产生，我们用一个仔细的来看，它是产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的，是产生在一个定居的农业社会文明的基础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所有文明产生的这几条大河在地球上是唯一的东西走向的河，它在北温带，它有同一的天象，有同一的地理，有同一的时令，它必须让它定居下来。因此这个东西走向的河流与北温带的气候注定了中国同一的天时和同一的地利，而定居的农业生产注定了中华民族和平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人和，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国后来儒家思想的基础。再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五行，在制陶和琢玉上，金木水火土达到了青铜器的时候，五行基本上是全了。大洪水之后，来自于黄河流域和来自长江流域的文化在二里头汇聚交融，在公元前2070年共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中华文明由此进入了辉煌的青铜时代。深沉博大的造型样式，巧夺天工的铸造技术，雄浑神秘的饕餮纹、饶龙纹、饶凤纹，使青铜器不仅成为夏商周时代王权的象征，而且也构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壮丽景观。饕餮，饕什么意思呢？就贪财者为饕，贪食者为铁，就等于是一个很令人憎恶的这样一种形象。饕餮纹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很多人都在研究它，有些从那个宗教学啊，从那种哈，这都得从哲学都在研究。实际上它意义是很多的，从现在看来，很多的材料并没有一个定论。青铜从一开始啊，就是作为国家重器，就是它是国家象征，它不是一般的日用器，它的本质是礼器。就是它也可以使用，但是本质上礼器，就是它能代表国家的权威，代表国家的这样一个象征，它是这样一个器物。就说后来的艺术品呢，还没有一种艺术品能达到一个是你是国家的一种象征这样一个高度，就王权象征这样一个高度。有的时候就说你把这个国家的鼎给毁了，那就代表这个国家灭亡。郭沫若曾经用青铜时代来代表中国这一个时代，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种凝重的、辉煌的、灿烂的这样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它给中华文明形成了它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格调，是的，大气啊，泱泱大国继承了周朝三代以来的这个泱泱大国的，是从这个夏商周这个时代开始的啊。我们现在简称华夏，就这个时代嘛。对公元前7世纪左右，中国历史进入长达500年之久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哲学最为活跃的发祥期和创造期。百家风起，诸子争鸣，华夏大地上摆脱原始蒙昧和混沌意识的理性主义思潮日益崛起，它奠定了中国思想的基础和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便是创立了儒家学说的孔子。孔子的无神论世界观，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对个体人格的尊重和以人为核心的思想，逐渐成为2000年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支柱，
孔子也由此和同时代的释迦牟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成为人类思想的圣者。这个公元前五至六世纪开始啊，世界上几个这个文明的这个地区都出现了一个叫做哲学的突破。所谓哲学的突破啊，思想史上就认为说人类自我的觉醒，自我意识啊，什么叫自我意识，就是人类开始思考人之为人，人是什么，人来讲啊跟动物不同在哪里。你像那个在古希腊啊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出现了一个大禹，就孔子啊。但孔子一般我们说叫做儒家的创始人，但这个儒家又是怎么回事情呢？瑜伽这个胡适当年来讲啊，他专门考证过，写了一篇文章就说儒，他说他是从那个这个瑜伽最开始是从那个殷代的移民过来的，就殷代呀 啊就是这个殷来讲给周亡国了，灭国了，但是一些统治者，殷代统治者就成了周人的奴隶了，但是他们还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再统治人了，怎么办呢？他们幸亏还有知识，那就通过一个知识去糊口吧。我是很尊重孔子的，我也很崇拜孔子。现在我们普通说在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中间，我觉得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圣人是一个圣贤，是一个人，而恰恰整个孔子的主导思想是以人为本的一个主导思想，他剖析社会，剖析学问，剖析人生，也注重现实，也注重技术，也注重别的，但是他所有的一切立在一个以人为本的这个基础上。这一点是中国几千年来有多少反孔，但是最后我们了解了孔子思想的核心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我觉得像就是在一些，当然不是完全是学术界，就把那个孔子啊跟那个封建礼教混为一谈。实际上儒学、儒家学说，包括孔子、孔孟那个他们的学说，跟那个封建礼教还不是一回事儿。封建礼教是那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的形成一些制度，但如果回头来看孔子的思想和孟子的思想，他们实际上是还是就是非常开放的，按今天的说法啊。你比如说像给我对我们的很多的那种对后世的指导，后世的很多的一些很多的思想的产生，不说远了，不说多了，就是你看孟子，他是那个亚圣，孟子有一句话叫做那达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你仔细想这句话，就是你那个人得到了那么一个地位，你就把天下治理好，把天下管好，如果你不是那么显达，你就把自己自身的修养弄好。他始终占有一个问题，就是善，让你不管是治理天下或者对自己，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孔夫子说的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还是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就始终鼓励呀、一个人呢、要上进。你在得那个得势和不得势，你要上进，得势你把天下弄好，不得势你把自己的自身的修养搞好。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国几千年那个知识分子呢，他能够保存一种我们今天讲的一种比较完整的人格，他有这种思想的一个支柱。孔子的最大的贡献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他为了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封建社会的稳定啊，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贡献。没有他的思想维护，中国的封建社会不会延续几千年，这个不大可能，这第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更内在的、更深刻的一个贡献，就是说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心理。就是我们啊，这个心理可能是遗传的，可能我不去读《论语》，我不去学孔子那些事迹，可能我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自觉的站在一个儒家的立场上，站在儒家的一个价值立场上，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判断。我觉得这是儒家的一个贡献。我们过去老忽略这个礼制，礼应该说是法治的高级形态，法治是礼教的初级规则，因此我们现在提倡法治还远没到礼制那个高度，是要讲德治，德治更高。孔夫子说的嘛，是吧，
导致以正其自己行，明勉而无耻，是不是？那个导致以德其自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论语》里面的话，就是说，他说如果我们要用道德规范来规范老百姓，老百姓知道好歹，他不会犯错误。那个孔子的思想对中国无孔不入，在中国什么地方都有孔子的思想。啊，前一天听了一个故事，说是我们中国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学管理。美国说我们的管理你别学了，我们是从日本丰田公司学来的。丰田夸把丰田的拉出来，丰田门上写的那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孔子的。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统治者中间的地位。反过来，中国老百姓对孔子也是十分尊重的。前几天也讲一个事，前几天我们那有个工商银行挂个牌，找到我说你来写个对联。我说我写什么对联？他说我们这可是管钱财的，你给我们写钱财的一个对联。我想来管钱财，我们不能号召大家去赚钱，我上面就写了个钱，下面写了个财。上面我给他写的什么叫钱也姓孔，心方正。中国把铜钱叫孔方兄，那个孔是方的，钱也姓孔，在中国心要方正。下联是财由神主赐功名，赵公明元帅是财神爷，他的名字叫公明，这是儒家思想，公平明白。他说那横批呢？我说横批就用孔老夫子的话，克己复礼，你们就不会贪污，不会盗窃，不会挪用。因此我觉得这个礼智德智是孔夫子非常大的贡献之一。燕、赵、魏、韩、齐、秦、楚七个诸侯国并起称雄，开始了血与火的战国时代。作为孔子思想继承者的孟子和荀子，完成了儒家的思想路线。孟子提倡仁政，并推崇伟大的人格理想。荀子则提出性本恶的命题，主张以礼来建立社会的规范。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以无为而自然的哲理观对儒家学说做了补充。此后儒道互补便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绅士充满谜团的鬼谷子是纵横之术的倡导者，而身为军事家的孙子则以睿智的兵法思想影响了后世。各国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纷纷寻找治国的方略，游说于各国之间的思想家们为他们提供了思想资源。所以在春秋战国出现那个百家争鸣啊，跟当时统治阶级的政策非常有关系。这个可能跟汉代以后不一样，汉代后来是独尊儒术啊，但是在春秋战国来讲啊，没有说独尊哪一家。但是你说要尊什么呢？我们是尊知识。现在我们讲知识时代，是吧？现在是迎接知识时代的来临。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来讲呢，有一批那个诸侯的开明的国君啊，就非常重视人才，也重视知识。但是知识不是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如果说儒家呢，更以入世的方式稳定了这个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社会的话，就是道家以他的超世的思想，我觉得激发了中国人对艺术、对文学的一个创造力。我觉得这方面它的贡献可能要更大一些。从这个人这个在社会上这样一个行为来讲呢，我觉得它两家也确实是互补的。你比如说，我们要是如果有儒家思想，我们会很进取，我们会讲礼义、人之信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道家的思想，恐怕也不行。就是鲁迅说过一句话。你一个人只有懂得道家以后，你才是一个中国人。就是说你不懂道家，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各种行为中间，你不可能是一直在进取，你会有失意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或者说你退出未缺的时候，你是人在江湖的时候，这时候呢道家思想就开始起作用。
从战国中期开始，秦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在战国七雄中，秦日益表现出统一天下的强烈愿望和勃勃雄心。为了这个理想，秦代君主广招人才，积蓄力量。公元前361年，秦接受了来自于魏国的商鞅的治国思想，彻底废除了门第世袭制度，以战功作为分封爵位的依据。在很短的时间内，秦便具有了征服天下的实力。队列森严威武的兵马俑军阵，士兵们强悍的表情和准备厮杀的勇气，生动再现了秦军的强大。秦不断对外扩张，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和齐，仅用了10年时间，便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公元前221年，秦王朝诞生了。秦王朝第一代统治者废止了君王的称号，以三皇五帝的简称来为自己加冕，称为始皇帝。他实行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统一了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刑律等，建立了郡县制，为其后漫长的古代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以其雄才大略而成为后人们敬仰的千古一帝。秦虽完成了统一大业，但其横征滥敛的暴政却使人民不堪忍受。公元前209年左右，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许多英雄豪杰走到历史的前台，项羽和刘邦就是其中的两位。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结束。公元前206年，一个比秦王朝更加强大的王朝——汉王朝，屹立于中华大地。汉王朝的建国之初，实行无为的治国方略。无为源自于庄子的思想，其意思是不要人为地去做什么事情，一切顺其自然。在这种治国方略下，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汉王朝由此走向了日益强盛之路。汉王朝的统一和富饶，使南北文化逐渐融合为一体。南方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北方的儒家思想和南方的诗意情怀，共同构成了一个想象力奇异、情感炽热的浪漫世界。马王堆出土的漆绘图案、祭月木俑和瑰丽丰富的帛画，生动地展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国力强大的背景下，汉王朝第五代皇帝汉武帝放弃了建国初期无为的治国方略，像秦王朝一样实行中央集权制。在意识形态领域，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对皇帝的忠、对父母的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汉武帝是一位志向远大的皇帝，他以武力收复了河西走廊，打开了通向西方世界的道路，开创了令整个世界都赞叹不已的丝绸之路。秦始皇兵马俑发现以后啊，这么多那个非常写实的啊
那个体型巨大的这么一些作品出现以后，确实属于一种震撼了一下，整个改变了我们的艺术史的写法，也从此呢对中国自己的这个艺术史呢有种新的认识了。当然随着以后新的发现，你比如说三星堆的啊青铜器的发现啊，红山文化女神那个祭祀坑那个祭祀点的发现，那么完全的丰富了中国的艺术史。但是秦始皇陵发现的是第一次，那么从那一次我们看出来，它确实它在中国的一个历史上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一般我们谈秦汉就是秦皇汉武啊，那么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秦皇，秦始皇统一中国，现在当然他有功有过，从功来看的话，那就是一个统一的大业啊。他比如说那个统一了这个文字，统一了货币啊，统一了那个度量衡啊，统一了车轨，统一了刑律，很多很多都统一的事业。那么这种统一呢，是对一个国家的发达奠定了基础啊。当然它有很多了关于这方面的，它一个还有重要就是政治上一个重大的改革，废除了那个封建那个周天子那种分封制度，建立郡县制。那么这种制度呢，被以后为汉代所发展完善了，这个制度成了中国几千年的一种制度，那么都是由秦始皇时期创立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那个国家统一不久一个焚书坑儒的事情，焚书坑儒就是烧书了嘛，就把先秦文化，当然那个他那个毁灭先秦文化呢，也不是完全毁灭，这个账呢还不能完全记到那个秦始皇身上，因为他那个烧书呢一般是指这样一个烧法，就是那个博士官，就是官家保留的诗书百家语不烧，民间收藏的要烧，那么还有医书、种树书和一个那个仆士的书不烧，那么这些书是不烧的，烧的就是民间收藏的那种，诗书百家语这种书要烧。那么那个以后项羽攻进了那个咸阳以后，那个烧了一个城市，三个月不灭那个火，那就把官家收藏的烧光了。所以说这两把火呢，真是把中国的一个先秦文化破坏得很厉害。为什么说秦皇汉武呢？汉武帝，当然汉代有很多有名的皇帝，包括文景二帝都很有名，包括刘邦，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起到转折性的很多问题是体现他们的身上。你比如汉武帝有几个事情是体现他身上，匈奴由就是源于和亲比较屈辱的和亲变为以攻进攻，要把那个匈奴打退，那么这个直接的结果，由于霍去病以后收复了那个河西走廊以后，那么下面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对西域的开发，对这个西域那一块，那么这个西域的开发了以后经营了好了以后，那就打通了整个在东方的一个帝国和整个西方的联系，所以这个在汉武帝以后才产生这种变化，才有了丝绸之路这么一说，不然就没有这条路。所以说这个整个那个秦汉那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啊，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国那个中华民族的那个凝聚力，它是很大的。那么特别是那个汉建立以后，它统一了一个南北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形成，是汉代最终形成的。另一方面，很多那个风俗传统来讲，也是汉代啊，像汉代我们说很多那个现在讲很多那个范俗啊，汉代很流行范俗的。另一方面来讲，那个进学方面呢，后来跟那个称谓连在一起，称谓啊，刚才讲的包括有那个武汉啊，都发展过来。所以现在我们留下来说，汉代来讲呢，实际上很多那个文化东西，包括艺术等等啊，都很有关系。在艺术上来讲，有个特点就汉赋。我们中国讲那个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汉赋的特点来讲呢，很有气势，它跟那个世界那个不一样，跟魏晋后来那些小富又不一样，这个说明了汉代那个国力很强大，所以在文学艺术方面都反映出来。科学也很发展，科学也是啊。一般来讲，那个从正经的正史的角度来讲，那个秦汉当然很重要的是，它的第一个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吧？第二个是它的土地私有制，这个是两个政治和经济的基础。那么更重要的，它有两个制度，大家也经常说的，一个是他的这个用人制度。我们现在选举这个词从哪来的？汉朝来的。那我们说选举制度，汉朝推行的用人制度是选举制度，啊，它一个选举制度。然后还有呢，
汉代的博士，我们现在这个博士这个词也汉以前有，但是汉代正经全国之博士开始只有十人以下，后来博士及第子达到30000人，到汉末的时候党祸是吧，这个就达到30000博士弟子。因此学习制度、用人制度、选举制度等等等等，都使得中华文明在很长时间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它重方俗、重神仙，这就是道家的具体化。整个汉代，很多现在学者都指出，整个汉代是弥漫了一种楚文化。那么这个里边，我觉得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对那个天地民，就是那个三界的一个界定，又在那个以前那个对天呢是一种人格神，或者是一种整体，是楚国文化认为天是一个区域，它跟人间一样的，里边有充满了很多很多别的东西在里头，它把它变成三个时空。说这个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个帛画，里边能够非常清楚看见天空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除了还有神，有什么什么神兽，有什么什么很多内容在里头，它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天的概念，对吧？从秦汉开始，我们才知道中国是个泱泱大国，这点很重要。汉唐时代，中国人是以中央大国呀，就说没太自信了，而且他对所有的文化这种对所有文化的接受，是非常的就是说宽容的心态，没有这种。啊，谁融合谁是强势文化，谁是弱势文化，谁是殖民文化，这些当时都没有这些词汇，因为他太自信了，他所有文化都能吸纳。所以说汉代艺术的特点，文学特点，他一个就两个字，气势。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大变化时期，在思想领域，代表着门阀士族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魏晋玄学十分盛行，它有力地促成了哲学、文艺的自学和人的觉醒。哲学文艺不再表达外在的社会功利，而是着力关注于人的生命价值，人的才情、气质、风貌和格调。一代书圣王羲之便诞生在这个历史氛围中。这位出生于山东琅琊的西晋贵族南迁后，在收复北方失地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全身心地致力于书法艺术的创作。在他的笔下，气势雄浑的汉隶转变为行草楷等书写性极强的书体。这些书体优美线条所致力表现的，正是人的种种风度、状貌和精神。东晋时期，江南的富庶把贵族们的文化养育得多姿多彩。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魏晋时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画面上，高妙的线条、雅致的色彩、人物超脱的风貌和神态，细腻地表现出了江南文化的灿烂。在江南文化的气氛中，王羲之的书法日臻完美之境。他先后写出了《和如帖》《平安帖》和《凤菊帖》。公元353年阴历3月3日，王羲之邀请各界名士，在会稽举行曲水流觞宴会。
王羲之以此为题材，书写出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绝世珍品《兰亭序》。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君传》中赞颂道：“详察古今，研经撰素，尽善尽美，为王逸少乎？”那么王羲之这样一个人物，恰恰反映了魏晋时代整个人物的一种气象。我们说唐代有很多很多建树，汉代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说到魏晋，谁都知道魏晋风度这个词，风度就是指人的状态，指人的情怀。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非常多非常多的著名的人物。我们说第一军师诸葛亮，这个时代的第一奸人曹操，这个时代的第一美男子潘安，这个时代的第一才子曹子建，这个时代的，他们以各自的状态、相貌、才情禀赋，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这个时代中动乱时代中的人生状态。人生在这个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我们如何完善自己自我的人生。那么因此我们大家都注意到晋朝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上清谈哦，谈玄，殊不知清谈和谈玄是有内容的。他们谈的第一是谈的道理哲学，所谓元老如鱼是吧，六经助我，所谓谈周易谈黄老，都在这个时期。他们谈的是哲学，谈的是理论，然后还谈佛，谈佛法，谈经。因此他们是在有意识地探讨人生的道理，探讨社会的道理，探讨人生的学问，这样来共同形成了一个魏晋时代。这个时代毫无疑问是中国艺术跟人联系起来的，艺术的个性化，艺术的高格化普遍出现的。我们看看书家两圣王羲之跟他的儿子，在这个时代画家我们说有四祖，顾恺之、陆探微、张生游、吴道子，三个出在这个时代是吧。还有很多著名的人物，著名的我们说你看刘关张、关羽，最后作为义的代表是这个时代，诸葛亮作为聪明的代表是不是，张飞鲁莽的代表。我们看后世中国小说戏剧人物，凡是鲁莽的人的形态无疑不是以张飞为原型的，李逵啊、陈咬金啊，都是以张飞为原型的，讲忠义的形象无不以关羽作为代表。因此在这个时代给我们中国人树立了多少人的形象，树立了艺术人生的追求的形象。乱世也出人才，很奇怪，就是这个时代。这个所谓人才来讲，就是刚才讲人的觉醒，文的觉醒，我想还加就是情的崛起。情啊，这个人的生命平常在我们在日常生活状态下来讲就讲怎么生活，但是真正来讲在这个关头来讲呢，有时候很快还发现这个人的自我。我想起当时那个嵇康，嵇康临行来讲想起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想，讲了一句话：欲尽管陵山绝也。在死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就想起他这个名气没有人继承了，这就看出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他这种人的美啊。所以这个人的觉醒是都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我们可以看就是说从汉到魏晋啊，基本上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两个面都完成了，就内外都给接管成了。就是汉代的艺术汉代的文学呢比较讲究就外在的东西，外在的气势，外在的铺排，外在的这个力量，外在的结构。而且魏晋到魏晋以后呢，他因为这个动乱以后呢，这个由于对这个乱世中间产生的一个潜在的这种一种修养以后，人退回到自己内心，退回到自己对自己人的这个认识，就是产生不了这种对人的一个反思。到了魏晋以后呢，因为生命内向，对，就往内转以后呢，就是说他对人的关注，对人的生命关注呢，到达一个高度。这样的艺术呢，也是从人出发的比较多。这样呢就是说内在外在的东西形成以后呢，基本上奠定了中国艺术发展的
一个这样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结构。中国这个思想文化最发达的与最活跃的有三个时期，一个就是春秋战国，一个就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就是那个民国时期，这很活跃的，就是五四吧，所谓的那一段。那么这个都有个前提，它正好就是在两个大的王朝中间那一段。你看春秋战国，周天子那个礼崩乐坏，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周天子的权威已经没有了，而新的大统一的那个王朝没有建立，这个时候提供了这么一个时期。那魏晋南北朝也是这样的，那汉王朝亡了，那么隋唐大统一的王朝没有建立起来，又在那么一个夹缝里面，又是一种，也是一种比较社会比较动乱的时候。那么像这个民国时期这样的，刚刚那个清王朝灭亡了，民国建立起来还是军阀割据，也统一不起来。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建立起来，那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很强盛的统一的，又那么一个缝，所以这个是还是有些就历史了，还是很值得回味的。秦汉那次，东汉那次，汉末的这大那个起义啊，或者一种社会的大动乱以后啊，他统治者产生了一种思想，就是认为原来有些思想是造成动乱的原因，比如说这个谶纬，刚才大家提到的那个谶纬，啊，还有那个道教，因为它不是什么苍天黄天，苍天当死，黄天当理，它就是以黄天来代替苍天，实际上是以黄巾起义来代替那个汉代，那么它都是以宗教的一些口号。从新石器时代到魏晋时期的五千年，占据了中华文明史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辉煌的起源，稳重大气的青铜文化，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磅礴的秦汉气势和飘逸的魏晋风度，堂皇地书写出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壮丽史诗。